哦，下一套啦，下一套系亚人。咁你老实讲，都系睇漫画啦。哇！我哋咁 hea 啊，讲到唔可以咁话啫。有冇咁严重啊？呢 啲叫简单一句唔总系，结啫。佢应该咁讲，佢漫画呢套嘢嘅节奏其实睇漫画好啲嘅系。唔系，其实我觉得有个最大嘅问题嘅就系、是，嗱，首先个故事简介，我谂大家可以睇新番介绍都知啦，就系、是、一班变咗唔知点解唔死嘅人啦，变咗不死身啦，好似啊死身啦吓，大概 anyway 啦。咁然后有个主角不问世事，跟住有个人即系阿武子啊，要反政府啦，即系要炸政府啊，依样嗰样嗰啲，咁搞出一件事啊。咁当然啦，古仔就未完嘅，因为佢原作漫画都仍然系好好睇之中。咁动画咧，暂时应该系过一段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睇完个动画，会唔会令你翻去睇漫画咧？我啊觉得一啲啲啫。佢咪緊張感做得唔夠咧？唔係，其實應該咁講，佢呢套漫畫其實原本係一個節奏比較慢，佢係慢熱型嘅作品。你要預咗，你係咁睇到最後面，你先會有啲高潮出嚟。但動畫唔好彩嘅就係佢一季嘅時間，就咗前面嗰 part，你當係好似序幕嘅劇情出嚟，佢正式嘅戲都未做出嚟，已經完咗啦，就係、是，跟住有啲唔到岸嘅感覺會係。你話佢慢熱，我又唔係好覺喎。老實講，因為你個即係點講好啊？因为其实你觉得见到佢，如果你话佢打嗰啲位咧，系控制得好好嘅。即系如果你话慢热嘅话，我觉得嗰啲咩群众之物嗰啲咧，就慢到直情好似变咗死尸腐化埋嗰啲咁样。嗰啲我叫慢唔热。我嘅慢热嘅意思系话，大家睇套嘢，我哋谂住睇下主角佢会几时发围咧，几时发围咧。但主角做嘅系老人与乡下，老人与乡下，攞咗之后你需要出嚟啦，但退完咗啦，第一季，拜拜，下季先啦，我哋。唔系嗱，如果你以个主角嘅立场嚟讲咧，咁我觉得呢套嘢有少少唔同嘅。呢套嘢如某程度而言，你可以当系一个双主角类型嘅，一个系正，一个系反咁，即系可以当武子系主角又得，你当阿男主角阿永佐藤永佐藤井阿圭永井贵系嘛，定唔知记得咩贵啦，都系主角都得嘅，睇你点睇嘅啫，或者你当双主角啦，比较简单啲，因为其实你会发觉个故事嘅主轴。系以呢两个角色为主去进嘅，或者可以话以呢两个角色嘅角力之中去演进嘅。咁当然咧，你可以话佢而家第一季嘅动画，或者佢而家暂时嘅动画做咗出嚟，就系佢有照做翻呢啲位嘅。例如话喺研究所讨论嗰个位，两个 IBM 喺度对打，有个交流。其实你可以话嗰一下已经系定性咗呢套古仔嘅主轴，就系成个古仔嘅主轴，始终就系武子同阿贵嘅死斗。结果边个死先？咁其实亦都有句好得意嘅地方会提到，就系话究竟亚人会唔会死呢个问题。咁亦都系话一种定义上如何杀死咧，就系咩劈咗个头出嚟，生翻出嚟，嗰个系咪你嘅问题啦？你用翻哥布林嘅定律嚟讲，系一个生态研究报告嚟嘅。亚人系咩生物咧？亚人有咩生理特征咧？点解人可以重生咧？点样先杀死亚人咧？佢有一个比较科学啲，得我用伪科学或者可能系比较空想科学嘅方式同你讲。亞人嘅生理特徵同埋佢嘅弱點或者能力，即係你咁樣睇嘅可以係。咁你有次故事框架就係喺你呢啲能力之後，你點樣對付亞人咧？亞人會點樣用呢能力去對付翻人類咧？即係呢個係比較得意嘅地方會係，你一定會出奇會在意嘅地方。唔係呢個咪又係翻到好似啲人咧話進擊的巨人嗰個問題咁樣咯。即係你話進擊的巨人同佢呢個最明顯嘅分別就係話，OK，佢嗰邊咧係有一套方法點樣去打佢，然後佢將呢套方法變咗做鹹超。咁然後佢套嘢變咗唔好睇啦，依邊就調翻轉，如何打嘅方法係擺到好，越係後你先越會知道，即係譬如話 IVM 嘅 connection 係水會影響到嘅，你諗下個動畫幾時先擺，差唔多第十集咁滯先出嚟咁滯，咁即係其實佢好得意就係佢跟翻漫畫個節奏，跟翻個速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唔係有漫畫咁嘅篇幅啊嘛，佢都唔係繼續落去噶嘛，佢唔係愛回家咁樣無限可以繼續，然後換個名我叫繼續落去咁樣，冇呢回事噶嘛，咁你件事就變咗好怪啦，究竟？所以咪佢節奏問題咯，我要睇即係我都係我睇漫畫啦，我會知道啊，都會之後會有啲好精彩劇情，好精彩噶。你繼續睇落去啦，我睇幾多集啊？你睇落去啦，我睇到臨尾先睇到啲劇情太遲啦。即係如果我唔係睇漫畫，我會期待嘅話，啲人可能喺前面已經走啦，已經係。同埋其實有個最得意嘅地方咧，亦都可以話係可能係個尺度嘅問題啦。即係我諗，我唔知個 Blu-ray 會唔會修正啦。我覺得機會亦都唔大嘅，就係佢有一啲，因為我覺得亞人呢套嘢最俾人入勝嘅地方就係如何運用一個不死身嘅身體，去做出不同類型嘅戰術上嘅效果。
即係譬如話我切啲手指出嚟做呢個人假象，即係你正常可能睇其他作品，可能擺隻帽啊，擺隻鞋啊喺度，你唔會諗到切排手指喺度噶嘛，唔係手指餅嚟噶嘛嗰啲、嗯。但係依度係做得出噶嘛，因為啲手指伸得翻出嚟啊嘛。咁但係問題係佢變咗動畫版嘅尺度，原作切手指佢係真係變咗擺隻鞋喺度啊嘛。係啊。咁我同睇其他作品有咩分別啊？唔係，同埋有啲地方唔係，因為咁講佢可能 3D 限制。點樣做一隻單喺隻手擺喺度，但冇血流出嚟？你而家 3D 可能會好生硬嘅動作，佢係你當擺四支粉筆唔得㗎？係唔係？即係你當你話 3D V 度咁樣，個 V 度冇得隻手擺到嘅，你覺得好假㗎嘛？會係咁你係個 MOD 有問題啫。咁咪就係咯，即係可能佢技術模擬唔到咁嘅情況之後，咪擺隻鞋咯。即係鞋呢、這個 example 呢個 project 好易嘅 project 得啦。你唔好講嗰啲技術啦，佢啲人可以行到正常地，唔會搖下搖下 oscillating 咁樣行好過啦。佢係好揈下揈下，好似條雪條咁樣行到。佢哋全部行路模咗一樣，好犀利㗎，我覺得係咪你哋同一個老師有媽教出嚟㗎？所以蒼藍嗰啲企定定唔喐咪好咯。佢哋坐喺度，我哋坐喺藍上邊，點樣講嘢，就做白猴啫嘛。你啲喺度行，一度喺度揈，唔知做乜嘢咁樣。哇！有一集犀利。武子阿佐藤潛入去衝出去同人哋啲人打嘅，佢喺度支點走啊，會喺開咗開槍咗四人噶嘛？哇！阿山你咪跳緊舞啊，你喺度跳緊街舞啊？你已經喺度浮啊浮啊支點喐嘅係。嗰套咧我覺得 OK 嘅，我又未覺得即係如果你話佢做動態畫面嘅，我唔會否認 3D 有時係可以將啲動作可有機會做得好啲嘅，因為有時你要畫嘅話，你要投放好大嘅成本。但係佢喺一般場景嘅演繹下面，你會見到一啲好唔係人類做緊嘅動作。但問題就係，當呢套嘢篇幅不足嘅時候，你見到大量嘅劇情位係俾一啲日常嚟覆蓋嘅話，你見到行下一度下一度揈嘅嘢係見到多過打嘅情況底下咧，成套基本上你自己會見到揈嘅啫。因為我哋講翻嗱，好多人都講翻蒼藍嘅，我哋睇啲人坐喺藍入面，睇藍對嚟對戰 ，OK， 隻藍唔會喐咁啊，基本上我都冇睇。前多尼亞都係㗎。係啊，新德尼亞騎士，喂，機械人佢係咁飄嘅時候，隻腳唔使喐咁啊，冇問題，都冇問題啊。你無罪喐嘅話，但到人如果用翻呢咁嘅速度咁去喐嘅話，你發覺會有啲生硬，有啲唔係正常嘅動作會係。所以唔係話咧，全部都硬嚟㗎嘛，新翻嗰陣阿樹生講。全部都唔係人嚟嘅，唔知做乜嘢，邊有人咁行嘅？四腳爬爬嚟嘅。咁佢真係亞人，佢哋唔係人嚟嘅。咁我哋可以用呢個幫佢開脱一下嘅都。即係我覺得其實最大嘅問題，嗱，我講手指嗰個都算啦。即係你唔介意，我真係劇透少少，我真係覺得你嗰個做法實在太有問題啦。佢去到差唔多最尾嗰集，如何炸冧棟樓？係啊。漫畫點樣炸冧棟樓㗎？911咁噶嘛，人哋玩 game 啊嘛，玩最高難度啊嘛，要即係你諗啊，哇！我點樣可以防止你？佢唔即係如果用翻一個最正規啲嘅講法，而家唔係同你打戰術定戰略嘅問題噶嘛，而家係即係同你玩核彈嚟噶啦嘛，你唔係同你鬥排陣鬥咩？你用正常方法係防佢唔到，佢係用一種咁出乎意料嘅方法嚟去同佢打，然後亦都善用到佢不死身嘅身體咁嘅方式去同你玩，就唔係話。我埋幾啲炸藥喺你個地牢度爆你啲柱，跟住你就冧樓，你做乜要跳上人哋天花板度？跟住喺度揸住條欄杆喺度哈哈哈哈哈哈！佢話佢想要感受呢個刺激啊嘛。咁你係玩過山車啦？咁咪就係咯，你入去裝炸彈，我都做到啦。做咩嗌人做咧？點解做啲咁嘅嘢咧？做乜嘢啫？我都唔明白。你嗰啲肥料炸彈嚟，因為揾個農夫都做到啦，使乜啫？求其買一班人咧，你幫佢裝得啦，我唔使嗌人去做。即係你講斬手指變咗做擺鞋啊、擺帽嗰類型嘅嘢，我都覺得話 OK 算啦。撞飛機你依、這個放飛機你可能話尷尬啲嘅，但係你我唔知道你可以諗咩橋啦。但係如果你係做到咁，我覺得你不如唔好做啦。跟住之後，因為之後阿作藤會員，因為我睇漫畫嘅我哋，之後作藤會員嘅 D 位戰術係咁。如果你動畫做唔到劇情嘅話，咁你。第二季其實我覺得開嚟都冇乜意思咯，係你冇意思㗎，你根本呢套嘢特別嘅地方冇，即係你等於話我要拍進擊之巨人，唔係有特別咯，就係睇佐藤用咩癲佬嘅方法去攻打人類，但係佢癲佬嘅方法同你和諧曬嘛。咪就冇殺咯，所以咁你睇咩啫？即係我同你講，我話我拍進擊的巨人，我唔係拍電影版，我拍舞台劇。你叫我揾個特有六尺幾高嘅人就扮超巨人巨人，咁巨乜人啫？冇得巨唔巨㗎，你嗰啲變返八十年代 Star Wars 揾嗰啲小朋友扮嗰啲矮塌塌嗰啲嘢揾真人去對比咁樣啫嘛，冇分別㗎，件事根本都唔係嗰樣嘢，你只要將套作品最瘋狂或者佢最特點嘅地方，你然後將佢抹殺咗，
因為呢個演變呢、這個播放模式嘅改變。咁呢套作品仲係咪嗰套作品呢，除咗個名字之外。咁你冇睇嘅意義㗎啦，我覺得已經。唔係，就算你我唔講佢話你 cut 咗啲無限地方啦，佢入面有啲嘢都冇咗，即係你話最尾一集，其實即係解下龜嘅心理，佢點解之前未試，第一次會出嚟試呢，因為張科大哥辣到佢呀，即係死啦，我連住鄉下都唔俾我住嘅，我啲老人與海都唔做唔到嘅，但佢動畫後面改咗嘛，佢最後改到係因為佢係人類逼到佢條友係個私心，我啲遺產冇曬啦，我投資間藥廠公司買遺產退休金，退休金未死嘅冇曬。咁你而家我要懟亞人，其實佢私心嚟嘅，佢唔係話因為亞人衰佢懟佢，而因為我冇曬錢去懟佢。你一改叫之後發覺其實冇啊，阿龜其實都佢冇個心理轉變啊，少咗嗰樣嘢。咁你之後點鋪阿龜突然間有一個唔理世事嘅老人，邊個突然間好出嚟會阻住阿座藤咧？你講唔通嘅。唔係你唯一呢套嘢，我只可以講到兩個好處。第一個好處就係、是。佢呢啲講好似人性陰暗咧，或者叫對呢啲嘅描寫咧，因為始終都係止於就係把口喺度講為主嘅啫，基本上係 keep 得翻喺度嘅。第一，第二就係話，嗰、那個亞人嗰條女靚咗好多咯，冇啦。話成好似得佢一個女喎，其實小傳可能成套嘢得條女喎，係冇啦，我諗唔到有啲乜嘢啦，係啦。邊有咧？你揀得得到一條女啫？依、這個處理方法係同 Gaze 嗰邊 ，Gaze 嗰邊係一樣嘅，就係、是、啲女全部唔知點解個樣正常翻啲 ，BCG 化咗好多，自視就係咁樣啦，其他冇分別嘅、啊、其他大部分都係 negative 啦。咁佢都係 3D 啊，做得係 3D 讀出嚟嘅。唉，咁佢漫畫嗰套太有風格啫，有時候啲位 ，anyway 啦，都係睇漫畫啦。好，下一套。